开始打一饼就代表这三饼不要咯。不过也是正六搭啦，一开始就要选择拆搭了。哇，正进七条，手牌应该是两进厅，然后又碰到吃到这个九万，一进厅喽，两对半的一进厅，六九比二五万。哇，听牌太快了吧？六九饼哦，我们要开摸喽，这个速度，这个节奏，感觉会自摸吧？杠上。轩楠楠哦，感谢感谢。六九饼，四条退七条。花木九厘虎安安呐，六九饼差不多了吧？刚加一台，抓空，南风三哦，我的连击。连三，这个庄现在比较关键哦，凑了两把，那连三这把只有庄家胡一把，连一连二都是凑。现在这一把，那手牌还算很好哎，还不赖。如果能连上去的话，应该手气会变得蛮好。那来个三条完美，千万不要放抢就好。不会啊，现在直接拆了是不是？拆一二条，帅哦，可以哦 ，OK 啦，对啊，搭子够，嗯，有饼先优化，四饼来了，直接打六饼，胜币 OK， 顺便掉九饼，哇，这把牌处理得很棒，五饼安安农。四条来了，要停牌了，一四七饼啊，不可能没收获了啦，只是差我们是胡牌还是自摸而已吧。胡牌有平胡哦，自摸了啦，这个节奏。一摸三，再加连三的七牌，一摸十，恭喜。哦耶，开摸。老公，这湖好漂亮。有一天我会带你去看最漂亮的湖。宅神爷，以上影片感谢由宅神爷冠名赞助播出。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喽，欢迎来直播上面跟我们互动，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。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，还有开启小铃铛，以及追踪我们的 IG。那我们就直播上见喽，拜拜。